回首来时，慈济在53年前步步艰辛，从草创的客难时期募集众人爱心，逐步成就今日的志业。早年在人少力微的环境下，一群资深委员秉承师训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以师智为己智的精神，发愿挑起天下汨罗，济世助人。如今四大志业齐备，上人感恩众人的付出，叮咛弟子莫忘初衷，珍惜这份难得的因缘，以法入心，和和互协，共耕福田，铺展人间菩萨道。现在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众生无不都是造福人间，无不都是拔除人间苦，这都是慈济人在这个世纪里已经呢，慈济走过了半世纪，已经53年了啦，天天无不都在感恩中。师父从盖医院开始，走出了花莲，进入了北台湾，三重是我来台北的第一站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景明、景芬、景梅，他们呐、啊，静飞都是三重人。40多年前呐、啊，精舍在大佛期，那个时候的精舍只有我们的大殿、小静室啦、啊，那么小小的。38平的小净室，慈济呢，那个时候叫做客难功德会，从那样的小空间呐、啊、就开始了。那个时候，净明他们佛妻，他们就已经呢。开始参加小小的大殿，也是我们的疗房，也是我们的办公室。那从阿弥慢慢慢慢呐、啊，一点，当然呐、啊，凡事要从小因缘聚会啦、啊，慢慢的就落实。衍生到我们盖医院，当然啦、啊，台北呢总是资源在前头，总是开戏啦，最能帮忙慈济盖医院，那个时候开始，所以一年呢、啊、慢慢的汇合起来。走到现在，每一次我到了三重，总是有那一份的怀旧，而且呢也念旧，总是刚刚三重啊，不断不断的在那发展，跟以前完全不同啊。
好，时间累积哈，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啦。时间可以成就人间一切的事业，事业，这都是时间的增长。我这一群弟子，他们的坚定道心，每一位呢，拢五年龄啊啦，真的哦，这么几十年的跟着师父，看到想到了所有的建筑物哦，包括景象，所有的慈诚队啊，都不欠薪哦。总而言之啦，就说长年以来看到了。我们的委员起止在社区啊，我们的四大事业，从师父要盖医院开始，人人呢那样的投入啊，一块砖，一包水泥，一条钢铁，哪一部分不都是吗？慧眼菩萨了，见人说慈悲，见人都谈起了师父要改变，见学校要造大爱台等等，一连串不断的跟着，才有现在了。四门八法，四门的工程都完整了，菩萨精，精而不杂，很专心，进而不退呢，向前进，这种无杂心啊，向前进啊，都是在菩萨道上，何其有幸啊，我们共去在这样的一条线上，那就是菩萨线。菩萨在线上呢，已经铺成了面，但愿啊，这从点而现而灭呢，能永恒的，要让菩萨道永恒前面的传承，那就是要靠人人呐，人能弘法，非法弘人。唯有人能传法，传法不只是用说的，要去做，身体力行。要如何力行啊？就是要力行的规划方向，开导我们。先要有一个理想的方向，方向既定啊，我们共同来为它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。这一条大道，那就是菩萨大道。菩萨大道已经准确开辟了，开得更广更阔，路已经开了，还要铺平啊！建技术多，一到十几岁啊，然后赶快搁咧修功德宽。哎，现在哦，我那时候是讲我那时候是一万痛苦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。一个月拢做收万块，一个月都收万块，一个月收1.7万。哎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
真感恩上人哦，安尼今仔日呢创办这个组织哦，我才有发心。我以后拢伫咧做病院志工哦，啊，逐日都有关怀的啦。啊，毋过我是讲迄关怀哦，我是感觉讲，迄是我做志工的本分事。啊，毋过我即届哦受伤了后哦，我脚袂振动，啊，要用物件，四脚仔啦，啊是讲其他的物件，看到遐侪病伫个内底，拢咱个发亲看嘞。我阵目屎阵流落来，啊，阮走行行一条去讲，妈妈你是搁对你艰苦个，我讲无，我是足感动个，所以感恩着上帝，今仔日哦有创办着组织，才有才有发亲。对，老婆婿吼。大家人要不健康啊，啊年纪吼，啊总是咱总是爱随着年纪啊，逐天逐天过，逐天感恩啦。啊年纪伫咧过吼，菩萨都唔通停下啦，咱唔通知道。啊，不过呢，第一，把咱的会员唔通互伊老失去。咱真无容易即个奖项，啊，互因咧参加伫咱个功德会内底，咱就是吼，互因有来生祝福个机会。所以爱不断甲伊讲话，互伊知影真济，啊，互因咧提早祝福。啊，咱逐爱甲想，啊，咱若是讲吼。亲毛较远，啊！你都甲咱个意外，叫伊甲你做阵较近个人啊！你着叫伊甲你做阵，啊去收，啊去捌你个会员，啊头吼，甲你斗收，甲你斗收个呢，互伊会员会当捌咱个意外，收来还是你，这也是你个份。传承文化，你甲会员传予伊，啊，咱陪伴伊，啊，伊做咱的工课，安尼了解无？师父真感恩吼，感恩大家人啦，用心用爱，咱呢？诸神菩萨啦，对师父直直行到现在呢，还是一心一志。咱看会到的建筑物哦，拢有诸神的脚印。咱呢有做到的四大事业呢，拢有咱诸神菩萨呢，安尼一砖一瓦，一包水泥。看看去无啊！哦，这拢总是大家人做的，所以恁才是真正师父生命中诶贵人，也都是拢师父的宝。啊，我甲恁讲吼，咱爱互相疼爱，人人拢按照自然法则，咱爱照顾的呢是今生出世。把心顾好以后，咱的方向，咱唔通去乱去。咱内心呢，有一条真明朗的路。咱去当中专心心地很重要，要正知，要正意识，还要呢转进呐、啊，要有真正的智慧，回归我们的。真如本性，再来的是不是业把我们牵引的，不是，是我们发心入愿，投入人间度化众生，这一条路我们要清清楚楚。感恩所有菩萨，希望人人都爱平安，这就是师父期待大家人拢健康平安啦、啊。
互相照顾吼，真期待人间菩萨无离去吼，我们呢，搁较济回啦。那这自然法则一定会，愈老呢是表示呢愈有福哦，那愈济时间造福修慧在人间，这呢咱唔通空过吼，那上重要，互我上欢喜，那就是。一种情格友情嘛，互相陪伴，互相爱，安尼哦，看个足安尼，啊，斗阵个真小话，进进出出呢，这个那一份的格友情啦，菩萨伴啦，真正是一。条人间友情，互相陪伴，看到吼，啊，真贴心，也咱呢，把咱的世界拍开呀啦，天下的世界，人人呢，拢是咱的子孙，人人拢是咱的长辈，咱尊重，咱爱，对长辈咱尊重。对年轻的咱疼爱，真呢，生命的价值规个展开来，做人生命中的贵人，咱走入主宰，成为贵人，人生中的贵人，真正是吼，这价值观提升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在人间菩萨，我们的法门可以很巩固精神理念，来不断不断传承，所以说传承还要陪伴，传承是为着我们的慧命，为着我们的子孙未来的人间，我们来传承。那陪伴是为咱家己的慧命，时间唔通空过，好言唔通停歇。师父常常甲大家讲，专见识为智慧，专识成智。佛陀的时代教咱行菩萨道，一直到咱的时代哦，一直到咱现在。这真正菩萨都落实，咱大家人，把天下的人当作咱的亲人，把咱的化亲的当作咱家己，所以讲吼，咱为天下众生健康，救苦难，人生救苦难，把咱家己的化亲的当作是咱家己的人，咱家己的一家人。这种无所求付出，总而言之啦，咱爱有真健康诶社会诶爱，才有法度呢，甲咱诶社会祥和，咱诶囡仔才会平安啦，然后团家用心啦，心对家庭有义情啦，这些咱爱做好。子孙啊，总讲一句啦，真多呢，讲不完的爱。各位菩萨，我们在台湾呐、啊，台湾头台湾尾呢，无到400公里，我们都可以，人人出门有车，交通方便，真正在国外啦、啊，要救济吼，花心要帮助人，人少。立担保，还要带一群苦难人，这实在是很辛苦。所以呢，要跟在台湾的菩萨互相勉励。此际花祥地在台湾，台湾的菩萨呢，密密麻麻很多，每一位都是菩萨
说出来分享的无不都是法。各位菩萨，师父现在已经这么说了，你们呢要说出来的话一定呢要有典范，都是法，不是跟他师父的讲法，是恁人人做出来的法，从恁的经验啊，较紧紧甲大家人分享。师父会晓讲，但是我未晓做。恁会做，搁会讲，恁身体力行行过来，要跟你们说，师父非常感恩你们，你们听来了，做了，行动出去了，你们呢还可以社区去做分享。几乎呢，无不都是说师父安尼讲，个个都是师父安尼讲，就是替师父讲话。你想，我这一辈子，你们给我的，我拿什么来回报你？唯有我自己要争取把握时间，希望恁大家还是赶快。我们每一个人时间是讲公平，我老呢，按大家人嘛会对师父赶快嘛滴滴增加年龄啦，啊，我已经增加个差不多啦，恁的空间要够真多，所以人人要保重，最重要还是要传承。我们的年轻人期待这一群年轻的菩萨，未来的社会，未来的人间，才是年轻人呢所拥有一切的平安。一起待，一起待，都是呢需要天下平安。总共一句，感恩的事真多，说不完呐、啊！请大家把握时间，利用生命，秒秒呢，无不都是我们增长慧命的宝贵的时间。全球慈济人一心一志，坚持初衷，以感恩心相待，彼此关怀陪伴，凝聚爱的能量。上人期许每一个人都能慧命增长，精进在菩萨道上。菩萨道是生生世世拉长情，扩大爱，世间人人都是觉悟的有情人。如果能够接引更多人成为人间菩萨，广布福种在天下，世界就能平安。因此上人勤勉慈济人，菩萨大招生，让慈悲助人的精神能够流传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正言上人那旅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